车刃无需再忍，好脾气也都暴露了。让他练习去买东西，还到他的后面男生跨过他付钱，所有大人没有一个人制止。我就是真的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说你们这些大人要不要脸，还都骂，直接就把他扯到桌子上，危险遭暴力。我觉得看到你，哎，我都已经生两胎了，你还在当人家的备胎，太烂，我一定会孤老终生。后来我就不忍了，我直接就呛他老婆，常常都去男模会馆。你平常都今晚十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